打哈欠会传染的吗？嗯，感觉只是个打哈欠的理由罢了。但真有用。真的。干嘛？想传染你啊！我是最棒的，我是最棒的。就差你了，就差你了。我不用完成吗？我是发布者啊。我不管你，必须要。我那个背对背不是还是也自己去那个？我不管，你要完成。<笑><笑> 我是最棒的，怎么了？吓一跳。小宋，最后镜头就是Cindy在唱歌，让你在。剪辑的艺术，就这么剪，就这么剪。这是什么态度？是吗？韩红老师唱完歌之后站着，我是最棒的。五朵金花合唱，然后现场。 给我剪没了，这个是真的剪没了，真的没了，真的剪没了，好期待你的 reaction。这个小宋开始微醺了，开始 reaction， 开始微醺。哇，这好好用，每一首歌里都会放一个，又来了。 看我 reaction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？一首抒情歌，你适合有这样的反应。这你这个用不上，咱没有这种歌。<笑>咱一起来个小宋的陶醉吧，一二三。啥了？ 我盖力。No fear in my heart 的时候，他希望我们站成一排，然后等待拉帘那时候，他希望我们聊会儿天儿。导演组这句话可以公式化，叫做在台下待的时间的长度就是观众的热情的程度。好，小宋，你要这么跑，太空漫步吗？所以那就慢一点走啊。好，就这样走。 就在下面，我们一直不上去，整长都在下面，走不上去，走一半回去。你就从最右边吧，就从小宋开始，然后周深。那我第一句直接注意安全啊。不好吧？<笑>一上来就注意安全。<笑>一上来是让大家有序离场。<笑>可以走喽，后面不用看了。